靠左直行。600米后靠左行驶。即将靠左行驶，往广州方向。靠左行驶。有吃马扎的吗？有吃马扎的自己来看啊！你看看这玉米地里多少？你看看国道南边这玉米地里边多得很呀，抓不完。你看看多得很，这玉米马上吃秃了都。本人曾静，实名举报我的公公，南充市物价局价格检查监督分局局长，婆婆齐丽华，工商银行南充分行计财处处长，其家庭资产在8000万到1亿之间，其中我老公一个人名下的现金理财就将近1000万。我所知道的商铺共8处，总面积超过6000个平方，住宅3处，总面积超过400个平方。全屋名贵红木家具，字画收藏品无数，大量持有并使用他人的银行卡进行理财，涉嫌洗钱。其资产远远超出体制内人员的正常收入，现进行网络实名举报。我的公公婆婆为人比较凶狠，如果我有不撤，还请大家帮我讨回公道，谢谢大家。特别娘喽。摔大了，房子哦，这没得了哦，我们大家看喽，亲朋好友、老乡们喽。
人跑了，啥东西没有带哟，没有带哟，没得了啊。我就存个10万定期，我需要签这么多单子吗？哎，这上面写的购买是什么意思呀？购买就是存款的意思，你签字就行了。不对吧，我发小就想正常存个定期。咱们这个是利息很高的内部储蓄，就是定期存款。那你不能这么含糊其辞的就给我发小办理业务吧，你这到底是存款还是变相让他买理财产品呀？你这个如果是普通储蓄就很不划算了，你存10万存够3年，3年后可以本息翻倍的。你说清楚了，是一共就存10万，还是他每年都要存10万？嗯，还有这3年内他可以随时取走这笔钱吗？如果想要享受高息存款呢，是要等满3年之后才能取的。不是，那3年后你能保证他一定赚钱吗？嗯，这个你不提前进行风险评估，擅作主张就用我发小的钱替他买理财保险，你这个行为属于欺诈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根据目前最合适这位先生的储蓄方式给他推荐的，高回报高收益，很划算的。你光提高收益高风险，你是提都不提哈，到时候他钱赔个精光，他只能认栽。像他这种年轻人都容易上当，更何况是那些对理财产品毫无防备的长辈们呢？啊，你一句高利息高回报啊，就让他们稀里糊涂的把字儿签了，到时候提成是你的，风险是我们的。那有些老人省吃俭用攒一辈子的钱都容易打水漂了。你不愿意办就不办，到点了我暂停服务了，明天再来存吧。录了是不是？录。哎，银监会投诉电话多少来着，全程我可都录下来了啊，我要曝光出去让更多人知道，看你还能忽悠几个。走。哎，你们回来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